我告诉你嘛，现在龙庭县已经到了，你们大家都晓得了，张松跟薛勇已经回了包谷星了。要如果说是我们大家一起进城，我们要到范长城救二位哥，怕的不大好容易进城吧。因为张村长而已说的，说是城门口有王五后前的告示贴出，来往三长大汉面长口一者，五宝一个不许进城。那忙啥？我们三个去报到哪块去呢？张村长而已进城嘛，无所谓了。我们要路过三个五个的嘛，跑到张二一行里头去，请张二一到我们两个吧，这个也不成问题。我们人都啦，我们在这一口啊，口算有三十多个头领呀。我们大家呢，一起就要装模作样。不能一起跑到张二爷行里头去啊，请张二爷作报，那一来嘛门兵也进起来了那、所以我在山上头把江湖百姓请皮里挂的招牌通山都带得来了，你们要路过一山下去，你要路过说说看见这行我会玩呢我就玩，要路过那行我懂呢你就耍内行，我们现在就是装模作样，装起三十六行的行当起来，我们就准备混进城，我们就不叫进城了，我们这就是混城了。好说你们下去啊，看见这行东西啊，我混起你们，我不会玩吗？不会玩不要紧。你们要如果说欢喜的话，要如果不懂者，那懂来问我。吴家良这个熊铺子最怕，不简单呐、不点说大财宝小啊，三教九流出自保家亲戚书画兵书检查。不但说是你六套三两行头，三十六行啊，行行他都有背，你就要懂呢，你不懂就不行啊。这个呢就叫个战相。吴家良在这一刻上目恩扑胸脯，他说行行皆懂，大家们去下去嘞，不要军事反常。有的有王啊，我混是玩这一行的，就偷着玩这一行。哎，来下内脏有一个，来一个呢，也叫胡王银。你不要王怎么也叫胡王银啊，也叫胡王银的，一能够骑马，哎，但是也能再强。哎呀，这个家伙硬得很呀。他今天装扮的这个行当呢，跟他的相貌到城呢，你望住他也随也样子还不错，其实也不怎么样子也啊，三高六尺，三高六尺嘛，你算他苗条细沙，因为他身体比较壮。所以就高位显得也一点，再从什么起码总要有这么七八尺的这种身材，就一变化了，所以他再有六尺。他今天装扮的什么行当呢？装扮的个寒吃算命的，不是天在十万之中吗？灵珠跳龙在手上一抓抓住一沓纸片在，寒枪算命嘛，走到城门口，门庭不当便罢。吴家良就说了，门庭要如果当你的话，你就念四句挂钩把它听听。哦，
失去外国，但是失去外国嘛，吴家人也不敢说是过上傲寒来的，就稍微而普通火吧，叫了他失去。这个失去嘛，就叫他了。吴家良做一遍又一遍，做一遍又一遍，因为说把他完了，我把他老家那一个人咋还有其他的人呢？这个随时嘛，大家就上船了，上了船嘛，他还自己把他头领们就提他了。这一句是什么字？那一句是什么字？哪下要提他？再提死了，他还自己把他一只脚二脚的把他叫到码头口。连军是连头领攻击叫了他三宝六杀五鞭，两位他司机把他击倒了。我带他丑娘要路过一山，到了城门口啊，不是丢头就是老威哟，就像他这种样子的恩人只有他一个。要如果再来一个，要把军师的头要弄大了呢。吴家良再看林上望了一望，来啊，总头领听住啊，咋军师，我们再看的人数嘛，共计是三十一名，我们山上来了三百沿江一带的头领是个十三。十三十八就是三十一个，我们这个三十一个本来一起读红经西门呐、也本来读红经东门呐、我们分四门二经，听见呐？西门呐，水码头比较热闹些，西门进去十个，其余的三门每门进去七个。三七二十一，连西门十个就三十一名头领。我们再看平头一下的，哪一个进哪一门，我们现在就定下来。要如果一山上岸，我们就直奔这个一个城门。哦，大家一个一个的点点头，统称都派好了。吴家良临上望来一望，伯山。哟，宝贝儿过来了，在做军事啊！我兄弟惭愧得很啊，何愧之有？我呢，不能拿刀，不能拿枪。我要如果一站到那法场上头，我就不能够动手了。所以，我兄弟惭愧啊！你有你的长处嘛，怎么惭愧呀、各有神通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是进的哪一门？我进西门。好的，你进了城，你到了范长城有件东西，这件东西你要注意一下子啊，有通炮，这一通炮射炮射过，一定在卢鹏的这个前后。要如果一上到了五站巷口啊，就是宣到放油弹。什么叫放油弹呢？就是最装，就是布告。现在嘛都是半个人之后嘛才贴出来呢，过去不是的。过去就把他先摆在法场上头，先把老百姓放。要如果说刑房老师也算念过这个饭有点之后，卢鹏口有杆红旗子一摇，接到炮手就放炮，炮手放炮，鬼子手就开到，红旗不摇，炮手不敢放炮，炮手不放炮，鬼手不敢开刀。现在呢，拜堂你兄弟，你到了法场上头，在卢鹏的前后望望，他这通炮在哪块？炮手要如果望出这通炮，
无论如何，你先把这通炮都偷起来，拿起来，偷，拿，那小宝儿他们最无数个偷子，你要把它拿起来，你把它拿起来呢，即便就是随后不放炮，接头叫抬到。老爸就是二位哥，性命休矣，与你什么不相关。不怕有了这通炮响了，我们跑了去把鬼手拿了扳头了，把二位哥救上了山了。哼，你兄弟还是燕山鬼，小手好灵，所以这通炮呢就拜烫你，你要把它拿起来，小心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，这个刘良刚伤心，唏嘘相思，是手到擒拿。哎，对，本来嘛，宝儿眼睛再好，这件东西就不得了，他手脚快得很呢。宝儿一站到旁边了，来，同归同梦啊，再出军事。我来问你啊，你们装的什么行当？我们弟兄两个就是装的皮行啊，卖膏药的。啊，好的。你们进拉一门，我们进西门，刚好了。你要如果进到庞德城门，我还要把你调到西门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每人不是背出包裹吗？每人不是把那个烧麻子完全都扛在身上吗？啊，旁人要路过一山走到城门口呢，都要脱烧，都要拉糖，你们的装束就如此。你们要不脱上，你们要不落堂，你们要高看羊角。旁人走到城门口要希望门兵不当，但是你们走到城门口要希望门兵把你们当下来，不要你们进城到法场办事。哎呀，在这就是啊，怕点咱们弟兄啊咱才不慎用啊，岂有此理，你怎么能够这样说法呢？你要如说才不慎用嘛，我们现在用人之际多一个好一个啊。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你们进城寨，就是堵塞城门，城里头有一个武将呢，这个武将就是都江府，都江府大老一姓武叫武魁，武魁武老大人，虽然是三品大员，马上的那口大刀，威震江州。厉害呢，他要如果说是一声等在法场上头，我们结果法场他就要赶到后头去，他赶到后头去，我们要如果退的时候，我们要退出西门，我们的船只都在西门的，我们要如果一上到了西门的城门口，城门关起来了，我们再来下大船，再来开城门。他来了，他追他来了，追得来他的那口大刀，要路过一扇扇的浪花流水，我们头领二郎就要吃亏了。所以你们呢，要堵塞城门，城门要路过出城，要查机关的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查机关。即便我们在法场上头把二位哥一声救到走了，不会赶到后头追了，我们随时就把二位哥就带出了城，我们请他们一声出了城，接头就上船，上了船我把高贼殿船头吊船囊篷就开，
不怕他乌龟追，追到码头口，他不得船呢，他把那绿水等走啊。这个叫拜堂你们了啊！好啊，好好好，这个咱们弟兄准备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一上走到西门的城门口，门兵就要当了。啊，你们这个样子也不了堂，你们想清晨把你们当好了，当好了嘛，就叫你们出城了，你们就跟他商议啦。我怎么就在城圈子里头啊，把高压天摆下来吧，我皇冠防范前吧。啊，他就让你们摆了吗？城圈子里头来来往往逃逃不断，这是多少人的城圈子能有多大的地方啊？你们一边在摆高压天做事呢，他就兄弟们白了吗？我说不懂啊，你们要把点好处把他，然后立下个是谁看早起，可是放心，我们要如果把高压天摆好了，要如果没出钱出来，我们提那个分子，他就要去跟你们谈了，提个什么分子呢？好像一九二百三千四六对吧，都把几千把他，他没上有了好处，就让你们把天吵下来了。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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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如果把个天摆下来啊，有人买高羊嘛好吃了，假如不得人买高羊呢，进城出的人到进城，出城的人到出城，不得人买高压，陪陪门兵又不得人买高压嘛，走，把眼睛保险有人买，要马上到五九台庙门口喊一声，我们这些手下孩子啊，不是我们头领啊，我们头领装某主杨啊，都装起行当来朝城里头混了，手下孩子他们就装行当哎。回避了吃山头的那寨子里头的，大家还有的落场的，还有的不落场的都被挡下来了。马上你们呢也喊一声，我们头领分司马二进，他们来的这些手下孩子把人数点一点，也是分司马二进。一声声来讲，我本东门的我就进东门，我本西门的我就进西门。要如果不得进城怎么好呢？就到西门月城子，就到那高压天上头来，大家身上都带几个钱，这个钱都就来买你的高压，懂的？谁是个买高压的就多了啊！来，你也来买，他也来买，大家人都来，大家人都买高压，不得这么些高压哎。你不能挑上几点高压去啥，我有个长城，你叫他们在这看一层买的皮的，看见那块皮的差不多了，这块墙头大家通常都聚到一起，就出到皮的天上头来，一层看见布的高压差不多了，这块墙头四买布的高压的，聚到一手下还手上，就出到不得这个天子上头来，你们买三天不择手把高粱买完，听见了？小不行了，但是有这一天了，你们要如果一上到了城门口，堵塞城门，要如果说是一上乌龟乌老大人追到来，城门一上关起来，随后你们是燕军贵小声号令，要如果说是城门不关，乌老大人追到来，我们即便就是汤酒酸菜与你们无关，小不行了，得令。